然后就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师傅，你这样错了。我们在推广佛法，结果你在复兴传统。这个道教，这个民间就是，我说居士，你这样想就错了，没关系啦，下回你就先不要来好了。你刚没有，我被人抓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呢，你要随顺众生，因为众生没有房子住嘛，你要渡鬼道。